好像我们每年呢、啊、那个哈基蟹啊，哈基蟹很多刀磨了，现在还没有来哦。哈基蟹上牛啊，上牛很多人拿八浪刀啦、斧头啊，啊这样来磨了，多数裁缝是比较多，有些是厂啊，那个工厂拿比较多咯，厂啊，做一厂拿来比较多，这一厂来的十把八把咯，那些是小尖论两把三把咯，一两把这样咯，那些啊，那厂比较多啦，厂来。前一天有两个顾客抢的够了，以前我有去厂打电话，我去厂磨的哦，去磨的，我去厂不同价钱哦，那边磨把这里10块，去那边磨把15块，好像八达岭有两间店，他收给我磨的，他有打电话我就过去磨，有两间是卖柳的，他有我电话，他收到超过10把就打电话叫我去了。陈国江透露。看似简单的磨刀剪，其实是一个手艺活。刀剪的种类繁多，其刃磨的方式也会随着不同的用途而有所差异。剪刀磨，它的刀尾要磨到利了，他说这个要磨到给它利，要磨到给它利为止的，这个刀口就是了。有时候它的刀口啊，它刀口有那个连着那个什么那个铁丝啊。那是要拿刀子磨下，给它没有那个铁丝啊，铁丝啊，也是磨掉它来力嘛。因为铁丝连着它没有这样好哦，切刀没有这样理想哦。锤那些有些剪刀开了就锤给它灭一点哦，它开了嘛，开了会锤给它灭。它开了锤灭的可以吗？没有锤它剪不到哦。那个刀有些弯了，不是锤给它刺了。此外，磨刀剪的频繁度也得看它使用的频繁度。一般上，作为谋生工具的刀剪需要更频繁的刃磨。这剪刀啊，他们裁缝店到时候两三个月、三四个月就磨一次，人住家半年、一年才磨一次，那个住家的也是这样，整半年、一年，因为也是他自己磨咯。他磨到啊，那刀口厚了才拿来咯，厚了他是磨不到，我们磨了啊。薄了他自己可以咯，他薄了自己磨就利咯，啊，他这磨到太厚，他没有法子找我们了，我们又给他弄薄他了，因为刀是磨厚的很难磨哦，磨来磨去的没有这样利。陈国璋艺术，在成衣还未普及化的年代，这一带有许多的传统裁缝店，裁缝师会定期前来找他磨剪刀，日子久了。他跟这些老顾客建立了深厚的友情。随着传统裁缝店日益式微，他渐渐也意识到自己能见到的老顾客也越来越少，怅然若失的感觉也总是涌上他心头。可能做车衣的受伤了，他儿子没有继续人没有做了，没有做剪刀的少了，现在很多的受伤是儿子是做别的了，他不要做了，既然没有人接手了，那个剪刀的少了，少了再收一件就少两三把，这个再少一件就少了，那个十多二十把二三十把这样，现在没有了，现在最多十多把这样，有时两三把，好像昨天一把都没有，都没有法子了，这里看报纸这样。早年他有意把这门手艺传承下去，可偏偏子女都对磨刀剪这行业不感兴趣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他也渐渐看开，甚至对子女没继承这个行业而感到侥幸，因为他认为磨刀剪这一行业的发展前景不尽理想。有啊，我有叫他，他有做了一两年不要做了，我叫他会了啊，在那边会了，做一两年他就不要做了，可能工钱少，现在差到别的了咯。好在他没有做错，现在产生没有生意了，好在他没有做这个。他自己改行了还好，一个月都没有两三天有十多把的，到时候几把几把比较多，你看。尽管这个档口无法给他遮阳躲雨，尽管他每磨一次刀都要面对割伤的风险，尽管他知道生意已经大不如前，但是迈入耄耋之年的陈国璋依然没有退休的打算。他表示，只要双眼看得见，双手还能动，他就会一直磨下去。下一天我东西收起来去对面做了咯，
去对面坐，这里不可以，这里有鱼不可以了。我说凳子坐了啊，不可以坐了，跑到对面去了，对面坐下，叫杯茶喝了，在那边坐了，喝杯茶那边坐，坐到没有鱼才过来的。现在我这个我是身体够吃的够了了啊，因为我不必养家，我磨到自己够吃就算了了，你就拿这个来磨嘛，啊，不是很重啊。很重，你这磨机懒得起的可以磨了。在这长达41年的磨刀剪人生，陈国璋磨了不计其数的刀剪，然而磨得再利的刀也切不断他在磨刀剪上的敬业精神，磨得再利的剪刀也剪不断他在磨刀剪上的情感。前线视窗采访报道。